今天讲今天的成功啊，因为今天早上的征求的那个功能没有太多，所以就我一个人，所以我今天就打了21个单词，然后目前大概还有大概约有100个左右的单词需要大家协助。如果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小谢已经把英文很简单的话，不需要会懂阿美语，他只要懂中文，就是那个汉字跟那个罗马拼音的那个字母，就是懂字母就好，就帮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字有没有在字典上有。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要努力的目标，就是我们需要在征求前端工程师协助我们开发我们的界面。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已经有设计好的图了，但是目前就是还是没有前端工程师来帮忙，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征求一下前端工程师。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页面的分享搜寻功能能够显示在正确的字典的名称这个地方，然后这也是我们要需要做的。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 PWA 版本需要在复制，就是需要在一个复制网址的一个按钮，因为它目前的话是它没有上端的那个网址的一个列表这样子。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我跟小谢，就是因为小谢大概就是年初跨年的时候，他去了那个花莲县的光复乡的太棒部落，然后他去参观了给答案的主灵屋。然后因为现在在现场，就是花莲县的现场的那个主灵屋的里面的所谓的雕刻跟他所谓的展示品，都是目前都是复制品。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们都已经到中研院了，那我们何不如去看县址在哪里？然后他现在的那个食品是在我的隔壁的那个民族所的博物馆里面，所以我就带他去看了。然后你怎么不用带大家去看？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等下一次大宋的时候，我们要带大家去学。我们早上去开团这样。对，我们就直接先，因为这两个就是在公共乡跟给单主林屋里面的住址，然后目前在现场的是就是高仿，然后真正的原物的话是在那个民族所博物馆里面。然后目前展出的是有这两个，它大概有8个。然后民族所应该有收7个，然后其中几个就是还没有拿出来，它是轮展的。然后其他地方的话，你还会看到像台湾族的住址这样子。然后下次的话，大宋的话，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开团，大家一起去。好，那现在就换小谢。好，那今天的每日一字，我猜因为比较难，可能大家还是念不太出来。那现在时间比较多，所以先复习一下早上的字。那这个画底线的地方念西恩闹，西恩闹，西恩闹，对，它是天气冷，然后冷的日子就是西恩拿万，西恩拿万，然后你再把它合起来，它就会变冬天，嘎西恩拿万，大家可以跟我念一次，嘎西恩拿万，嘎西恩拿万，嗯，好，那这个是早上的，因为现在刚好也是冬天。然后呢，再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就是42，对，那42就不解释了。这虽然它有一张金光闪闪从 Wiki 上面，我下面有布莱人的图。那42比较难，是因为阿美语的数字超过20，它都是用加法，所以 Sabat 是4，1234的4。那 blue 是10的单位，也就是说 sabat blue 就是40，对，那它就是40+2，所以伊拉古是有没有的用，它在句子里面其实有点像 layer is 的开头句，可以这样用。那但是用在这边的话呢，它就是你就想象成它是 plus， 对，那 dusa 是2，所以阿美语可以学到，我这边可以学到两个数字，一个是2，一个是4，2比较简单 dusa，然后4是 sabat。Sabat， 对，然后这个念伊拉古，嗯，然后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念 Sabat Bulu Ilagu Dusa， 对 ，Sabat Bulu Ilagu Dusa， 有点难，但是因为今天刚好有就是可以学到倍数加法，然后就是基本数字，所以今天就趁42黑客松跟大家教这个宇宙万事万物的答案，对。嗨，好，嗨，小谢，还有。